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小羊，就是上个月的时候给大家拍视频里面讲过的那个小羊，特别喜欢粘人的那个小羊，到今天的话也有两个多月了。你们猜一下它大概有多重，我把它抱起来试一下。哎呀，咩咩咩咩咩咩，哇塞啊，它现在应该有40到50斤了，特别特别的大。这个小羊你看，我抱它一下，它身上掉的都是羊毛，羊毛，它喜欢粘人。这个小羊，这个小羊的耳朵也特别特别的好看。嗯，我们家里面像这样的一头羊的话，如果一会儿再卖的话，就是再过个10几天20天就把它给卖掉了。因为这种羊买了就是有卖的嘛，这种羊卖的话一个也就是只能卖个500多块钱嘛，这一个小羊也特别特别的平。今年好多在家里面搞养殖的也都不是怎么挣钱，我们家也是一样，今年猪也特别便宜，羊也特别便宜，但是我们家那里面你看还有好多羊呢，大羊小羊小羊羔多得很。